灯麻醉吗？拜托。我们看一下吧。马奎尔一头乱发，戴墨镜，跪在地上向护士求饶，因为昨晚他在家里被养的宠物果子狸咬伤，左手中指肿一大包，半夜挂急诊。是还没换衣服，先然后再去喂果子狸。然后被咬了之后，我帮他来医院，要穿轻松一点。他养的果子狸名叫 Miluki， 是十多年前主持节目制作单位送的，个性攻击性强，平常得关在笼子里，交给妈妈用汤匙喂食。但马奎尔昨天一时失心疯，打开笼子，害自己被咬。加上果子狸又是 SARS 病毒的元凶，事后他请护士打破伤风针，但他超怕痛，要求做全身麻醉。这么胆小，跟之前他庆生喝酒的海派模样实在差很大。电视蔡玉贤采访报道。